哇，这组实在是太经典了吧！洗脑到我都快要会跳了呢。等等等等，没有人想看。大家想看的应该是两位公关的影片吧？对啊，接下来给大家播放的是我们下次的影片。猜猜我是谁？别让男朋友听见了。学姐放学约楼梯口吗？我现在要前公班。 平常长得乖是为了方便干坏事，这还需要我示范吗？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，我是愿者。开喝喽！那个我是黄君文，我第一次看到你都会学长的时候，我觉得他超帅，就是那种IG里面就是会推荐的那种。 然后学长人也很好，然后都会教我AirShot，只是我还没有学好而已。我是陈玉成，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微学长的时候，我觉得很学长高冷，然后很难相处，但学长帅，然后到现在学长都会教我们做招，教的时候学长人都很好。 祝你的微学长蒸发顺利！我对你的微学长的第一印象就是他是 IG 网红，因为他的 IG 粉丝很多，当家的时候很常把他跟徐正宏学长搞混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中分头。微学长第一印象感觉很红，就是网红会出现的人，然后很会拍照，然后看起来好像跑酒局那种，进一西门局之类的。蒸发顺利。 我张文北泽，我第一眼看到你的微学长的时候，就觉得他是高冷男孩，然后酷酷的不爱讲话。到后面觉得他有时候会提醒我们一些事情，就是说动作如何修正会比较。在这里祝你的微学长成发顺利。我是黄柏翔，我对你的微学长第一印象就是很帅，因为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是在你的那个 IG 里面，然后就是你的照片，就是你都拍得很好，就是见到本人之后也是很帅，只是痘痘比较多一点而已。祝学长你成发顺利。我第一次看到你的微学长 赖 的头像的时候，我觉得学长看起来很高冷，但是后来相处之后，发现学长人其实很好，祝学长成发顺利。我是林一鸣，第一次看到你的微学长的时候，就觉得有够帅，真的就是网络上会看到那种男神。对学长印象比较深的是，那时候看到那个干界的时候，看到学长女装的照片，那这个。 好，那祝学长成发顺利。猜猜我是谁？好，随便你们了。什么？我是黄学文，我第一次看到张瑞龙学姐的时候，我觉得学姐有点凶，可是后面社课在玩破冰游戏的时候。 因为我一直搞不清楚规则，跟一直做错，可是学姐都没有生气，后面觉得学姐人很好，然后学姐跳舞很好看。我是陈玉成，我第一次看到张瑞龙学姐的时候，就是觉得学姐的眼神很凶很恐怖，但是有几次跟学姐讲到话，就是觉得学姐人其实很好，然后学姐跳舞很好看，然后感觉学姐很外向。 祝张瑞龙学姐成发顺利。我对张瑞龙学姐的第一印象就是她的指甲每次都很特别，然后还有她的耳环，就很吸引我的注意。我觉得就我一开始进来就注意到，就是有很多的耳洞，然后就很漂亮、很帅，然后就对我们也都很好之类的。我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觉得张瑞龙学姐很可爱，然后也有听认识的人说，然后觉得你人很好，然后。 你也很常跟我们鼓励什么的。祝张瑞龙学姐成发顺利。我是林佳佳，然后我第一次看到瑞龙学姐，我觉得你长得漂亮，可是呢，脸很臭很凶，然后后面你一整天尖叫有点反差萌，然后所以我就觉得那时候蛮喜欢你的，然后希望你成发顺，大翻全掌。我
是张善霖，张瑞荣学姐。我一开始觉得你不好亲近，但是我现在觉得你是一个很好的学姐，因为你会在我基础做不好的时候来教我，然后鼓励我，所以你是一个亲切的人。祝你成发顺利。我是黄博翔，我对张瑞荣学姐的第一印象就是感觉学姐你很可爱，可能是那种大部分男生都喜欢的类型。然后后来看你练舞，感觉你也蛮厉害的。那祝学姐你成发顺利。我是林一鸣，第一次看到张瑞荣学姐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很安静，学姐的皮肤很白。那就祝学姐成发顺利。我是王鼎瑞，我对张瑞荣学姐的第一印象是学姐脸圆圆的，看起来很漂亮，很好捏。祝学姐这次成发顺利，加油。我是黄信汉，对张瑞荣学姐的印象是她皮肤真的很白，然后尖叫的声音真的很令人印象深刻。祝张瑞荣学姐成发顺利。